我发现我忘记分那个，我重新录影，没有，因为这无伤大雅啊。等下我跟铲铲见面，你在哇啦哇啦什么？不行吗？你昨天都窝在家，哪个家？台北的家还是台中的家？还好啦，窝在家也好。不然昨天哦，很冷呢，那种冷是需要彼此互相抱抱取暖的天气。台北哦，没事，淡水也可以成为你的家哦。你下午才回台中，会不会很塞啊？因为今天不是也在塞车吗？会吗？会吗？多一个宝可梦剑，哈，还有多一个 Let's Go 呢，想看吗？他们那时候不是一大堆人刷母伊布吗？我就问杰克说：“欸，所以开局都会刷母伊布？”我说：“对啊，你可以刷刷看啊。”我刷在第一只公的，第二只就是母的了。但是，哇，我没办法给你们看，因为我没有光，我没有游戏片。欸，北上比较塞，好，看到没有？剑啊，然后 Let's go Eevee， 欸。啊，开个光遇给你们看好了，给你们看看我啊，我今天氪金的钱好痛哦，为了漂漂亮亮的角色。你最晚1月21号开始放哦，放假哦，好，给你们看看圣诞节的我。这几天在等我直播，我有说要去忙啊，你这么想我。你不会全氪了吧？没错，我现在就跟你的 ID 一样，我是个盘子，好吗？因为我很喜欢圣诞节啊，我真的，我那时候有讲，比起万圣节，我真的比较喜欢圣诞节。看看这个昂贵的披风，你看这是卡卡西了啊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但是我觉得死不取暖起来真的好像有点怪。然后看一下，哦，这才好看嘛，高追，然后披风，你觉得毛毛的比较可爱吗？这个还是这个是台币，看一下这个台币，这台币，你看三颗毛球，台币多少？450块。然后这个的话是免费的，不是免费啊，用蜡烛换的。然后这个也是钱，大家都同款了，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啊，很可爱欸，就喜欢，我就很喜欢圣诞节啊，我那时候一直有想啊，头发，这个，兔子回来，就这样，这是目前现在的我。高追，高追加啊，可爱。这个红色的，只会有点卡卡。我是截取的会卡卡的啦，说。这个还好，艾利恩截取盒上的啦，这样会卡。这就是光遇，花钱买衣服的游戏。
这个是我，看到没有？如此可爱的我。雪花朵好看，可是，就是要两，虽然两个都台币，那还是要选一个，选一个没有人会重新撞到的。这个吧，你说这个吗？比较蓝啊，我喜欢蓝色啊，就蓝配白真的很好看啊。你今天去过办公室屋顶了吗？我没去过屋顶，我怎么可能会有红色那一件啊？你想一下呢？红色那件要屋顶买的欸，先生，那个要红色屋顶不是吗？第三只眼没有，这个是那个啦，因为这个角色光遇这个角色就是石头啊，这角色就是石头，然后你看这些都是那个图案上面，像你不要第三只眼就是这个啊，可是我会长高，因为为什么会长高？我其实就是这个身高。这个叫做矮人面具，你戴上去会变最矮的样子。啊，除此之外，我其他时间就是这个黑色面具，就帅啊，帅帅的，这样。考虑一下，给你看啊。参考一下。黑糖上线了，换一下哦、喔。因为最近我们是吃那个吗？吃馒头都要烤，所以需要这个。看，我要去泡黑糖，不是泡黑糖，我要爆黑糖，黑糖爆爆，黑糖爆爆。我这是个劫匪。好，要按错。好难按哦，哦，光遇就是。跟人家玩抱抱的游戏，还抱不停，还要硬要抱。好啦，我们回去玩动身啦，不动身啦。啊，光遇就是跟人家玩抱抱抱抱的游戏，抱抱也不容易耶，抱抱也要花点数解锁耶，花里面游戏的点数啦，不是花台币啊。你知道我对626也是有一个蛮喜欢的数字吗？因为626是史迪奇的那个
爱好。花蜡烛，我那时候在想说要不讲蜡烛，可是讲蜡烛他们都听不懂是什么。讲蜡烛讲火，那个要玩才知道什么意思。回头我们讲游戏币、游戏点数，还在刷。对啊，谢谢你帮我刷哦。你要开台了吗？刷多久？有没有看到上面的数字？我刚刷，刚开始刷，十点开始刷。我那时候还想说，来每个人帮我手抽一个。啊！结果那天大家都没什么空，就只有杰克、诺英跟小友帮我，而且那天还怕诺英把他打死、抓起来什么之类的。我说：“诺英，等一下就只动得到 A 按几下，然后 X 按几下，然后 Home 键按几下这样子。”然后诺英就傻傻的，就很乖，很乖，很傻，那边按 A 的时候，沙奈朵使出了魔法闪耀，不是啦。对啊，因为那时候我好像在帮忙用其他东西，然后就请诺英先帮我刷。啊，怎样啦？我在夸你耶。我在夸奖你耶，我说谢谢你帮我刷耶。六八，你知道，我原本很怕说，因为那天我们。因为诺英是第一次跟巧克团见面，然后那时候也很怕说啊，干诺英，因为其实不是很想让诺英看我本人，没有，就很奇妙的是，都那种要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才他们长痘痘，有的没的，懂吗？会不会？见到本人的时候，有没有在其他人心中，我的形象就这样没有了？不过真的要讲，干，昨天的密室逃脱，我看是乱码，你是打什么表情符号？你可以截图给我看吗？我看你只是打括号，然后一个 W， 然后一个括号。不是，重点要讲，昨天那个密室逃脱有够热，不，有够累。我那边在跑来跑去的时候，我们是全程戴口罩，然后我有点喘不过气来，然后就回到家把口罩拿下来的时候，发现我又多了好几颗痘痘。密室很好玩啊，下次我们还有机会玩那个的话，换你跑。反正我们挑战最速传说，我五分钟马上冲进去回来，然后换你跑。那、啊、你不是十点要录影？三一，然后还有谢谢杰克帮我刷啊！没有你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我这个连发手把可以这样按，因为我真的想说，他连发手把有个东西是你按了才有反应，我就不懂他是干嘛的，所以我就那时候是动身在许愿的时候，就是连发是那种不用按。就放着它，灯会一直闪，就放在那边。然后这一次聚会的时候，这次聚会的时候学到最有意义、最有价值的就是连发手把会用了。你痘痘也爆了，里面真的很累耶。而且我们那时候进去的时候，我说有没有人要参加健身环组的啊？我们就说没关系，里面就是里面每个人都会发一个健身环。然后也不用怕 Joycon 没有，因为我们 Switch 一大堆，我就说没关系，我有自备 Joycon 这样子。
不是，这真的很累。我跟你讲，里面我动最多，结果我的背全都是汗。你知道，当我们那时候一解完谜的时候，我是整个瘫在那个路上，然后就很多人在看我。可是我讲真的，我那边解谜也不容易耶，应该说每个都不容易啦。就只是我那边是解谜还要动动身体的比较累。为啥不是迪叔？这个我就很生气了。那个跑酷训练班那两个人，从头到尾都没有怎么在动。对不对，杰克？对不对，杰克？对不对，杰克？对不对？小师妹就在你旁边，然后迪叔是在最靠近出口的那个空间，然后允月还要自己走上桥，我还要过桥欸。我那时候是，我那里面有个室内的一个小桥，叫独木桥，不是独木桥，就是吊桥。然后那时候要走过去，因为独木桥会晃嘛，所以那时候我是用直接跑过去独木桥，然后再跑回来，然后还要上下上下。我现在，我真是铁腿。不行，我要下次跑的时候，我只要动脑了，我不动了。然后他还不知道摆人体那边很强，听到匕首画脚是繁星跟杰克，我超惊讶，我也觉得很惊讶啊！你看，应该最需要动脑的是我们两个人，我们也进去呢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还有一个地方，就是我跟杰克那两个人，我们两个人同时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，我们要解暗嘛。就那时候里面没有空调，那个小暗门里面没空调，里面热爆了。我想看聚会影片，只有团团会有吧，团团 Moco 会有，啊巧克力应该就是会都是发类似惩罚影片才会有。想揪人一起玩吗？面试啊？你想揪谁啊？你可以回台湾揪你男朋友啊。巧应该也有，对啊，巧的话是那个啦，主要是惩罚影片跟会记录一些拍照的那个过程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我们那天玩一个东西叫做那叫什么？印加宝藏。然后那时候巧克力是第一个当神明，然后在那边派牌的时候，哦，那时候其实玩得很顺利。结果第二次是轮到杰克发牌的时候，怎样？我们通常活不到，第几轮？因为那个他不是一关一关下去吗？啊，杰克的卡让我们很，五仓里面我们走不过六七关，那诺英的话呢是。好像三次吧，两次开局就是五张是那种事件吗？就火啊、蛇啊、落石那些东西。你看他开局就五个灾难卡，诺英哦，开局五个灾难卡，但是他给的牌都是那种连续三个神器啊，阿班就15、16、17个那个宝物，就让人家很舍不得走。哦，对，杰克的话，他的那整局里面就只有两张神器卡，超好笑的。我就说，不对耶，因为我们巧克力第一场的时候，我们结束平均除了两个人，他们两个太贪了，全场是零分。那其余的人平均都有10个宝物以上。那杰克嘞，我那一场已经很不贪了，我跟小雨都是前面两个就走了，一二局就走的那种。结果我们前面只拿到3个宝物，3个宝石就没了。DC 吗？可以啊，来呀来呀，立来立来，哎呦喂呀！抱歉，抱歉，抱歉，有点大声。喂，你好。我要解释。哎，你说。就是在
那个玩那个就是陷阱卡的那一局，然后有一局很好笑，有一局我第一张翻开是大蛇，对啊，然后第二张翻开是火焰，火啊，然后第三张翻开还是火焰，那一场那一局直接崩掉，没有人拿到任何，不是蛇吧？我记得是阿嬷呢。阿嬷火火什么意思？阿嬷被火葬了。我记得啊，而且那时候你不是很好像很怕玩桌游，我说不用怕，这就只是贪不贪心的游戏而已。不是，是我第一次玩那一个游戏。对啊，我就说这个其实是最不会破坏友谊的游戏。然后最白痴的是，我刚刚说的零分那两个人是团团跟那个轩。轩。嘿，他们两个很好笑。他们是全程都说好啊，都不要贪，不要贪，我们都拼到最后，拼到最后，拼到最后，第一场零分。但是最后一场轩，在其中几场吧，轩好像又把就是抛弃团团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两个互相抛弃对方哦，超好笑的。看我觉得很好笑。就说一起走到最后，就一起。骑到哪里去了？互相背叛对方，然后结果有一场不是刚刚说杰克拿到三个神器吗？然后那时候就是我、轩、杰克还有团团四个人活到最后，就三个神器出来了。我就跟他讲说，看到没有，棋子在我手上，我等一下就走了。然后就团团、轩也一起走了，就只剩杰克一个人。杰克的笑容真的很灿烂哦，他真的是笑到很像捡到钱一样。我那时候刚好抓他。阿邪对面，我亲眼目睹见到他那个杰克的脸。什么东西？是杰克那个啊，拿到三个神器是你那一场的啊，你当神明的时候啊。然后杰克那个脸真的很爽，三个连续三个，三个啊，对，那么强。他是很笑的很爽，然后很邪笑的看着我说：“你也太爽了，多灿烂哦，笑到眼睛都不见了。”嗯。然后那时候头是很低，要到眼睛不见了。等一下，是前面那一局是大家都走了，然后剩下杰克一个，然后杰克就全包，对，然后他那一局就爽爽过，随便玩。我开始怀疑这个有那么可怕吗？然后就是在一局之后，那个团团跟轩他们两个人。这个好像分道扬镳了，他们再也不走到最后了，都是你的锅。哎，你有开坛啊？没有，今天没有。对啊。我吗？你这两天啊？我刚开啊。哦哦哦，好，温馨啊。你好像53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杰克啦，杰克那一局分数最高啊，53呢、欸。我就是55吧。啊？50几，差不多。我想你了，我也想你了，希尔 baby。好、哦，希尔宝贝。看你、欸。不是啊，你今天剪那一部我看啊。是不是？我就跟你说，我逻辑正确啊。啊，可是你要不要想一下，之后根本就活不过，好吗？嗯，什么意思？你要想一下，等下我挂个台。你要想一下之后，我跟你玩的局，我都前面就死掉的。我那个我咬你的那个吗？你没有咬我吧？反正那我怎么咬你怎么咬我啊？你是说吸血鬼那里哦？对啊。没有，那时候是你咬你啊！我记得你好像说你准备你已经咬我了，可是就是。对啊，对啊，但是还是被票走啊。哎，不然你在讲哪一场？没有，我是这一场之后，我跟冰店活不过，那个票一定是第一个票，对不对？啊，我都是第一个死的啊。没有啦，啊、没剪在里面呐、啊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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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都是第一个死的、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啊。我也不知道啊。啊，然后我每次第一个死，你几乎都是狼啊。可是不是我杀你的、啊。我知道啊。没有吧，有两次是你杀的，有啦，是吗？有啦，
你那时候好像是说找不到人杀，你刚好在我旁边，我刚好在你旁边。你要一直在那边喊米娅宝贝，我觉得很吵，然后我就把你杀。啊，米娅也杀我，你知道吗？他们那一场是唯一杀人，就只有我而已。那就靠近米娅，哦，米娅宝贝，然后把他带走，带走之后他把我杀了。我说你是不是要杀我？那个可以刷钱呢，改天来刷。就凑满四个人就可以那个啊，就刷一刷。不懂。是，你会不会想要里面的银币或金币？啊，金币没办法，银币会要，我可以要吗？买东西。想要。对啊，所以就凑四个人啊，在里面就是时间待久一点，然后再杀。哦、啊，那是狼人杀，那个太空狼人杀。抱歉，记错游戏。哦，好呀。我在讲鸭鸭杀，鸭鸭杀也可以啊，因为那时候在狼人杀那时候有个天赋嘛，天赋是可以换那个换 skin， 你知道吗？嗯，对啊，所以可以刷。你要开始打跟我说，你再挂掉。应该再等会。懒得打，打日吗？你不是可以打日吗？可以打日吗？啊？可以打日吗？对啊，我说你可以改打日吗？有必要？啊？你先懒得打游戏。可是后天就可以打，就可以氪金了。听说22号就可以。后天吗？听说22号，22号啊。22号，哦，对了，跟大家讲一下，我明天不会开台。天会开台，但应该也是这个时间哦。然后后天不会开台，22号当天不会开台哦。我知道了，加油！23、24、25、26、27才会继续开，加油加油！那边尽力了，那边会努力好吗？我真的觉得我开不到80小时，我真的觉得我开不到八十。你就打日嘛，一直打日。我跟你讲，如果哈，我这个月。啊开得到80个小时啊！不要嫁给我之类的。然后嘞，你我就毕业了，你就从 FB 离开了。对，我就从 FB 离开。还要帮你想，加油啦！你差多久啊？我现在才27。哇，可以啦，还有10天，10天呢、欸，80个小时哎、欸，对啊，一天八，减减55个小时之类的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不然我现在马上冲下去，我游戏片借你，你开始玩宝可梦，你就会发现奇怪，怎么天亮了。开不到80小时，不会给薪水吗？还是会有部分？还是会啦。不会薪水？不会吗？不会有薪水。你给我开，不能睡觉啦，他不能睡觉台，一定要游戏。嗯，一定要游戏台。嗯，有合约有规定，游戏就是游戏。我之前在 FB 待过啊。我不知道这能不能讲，但我还是想讲，就是我10月的。薪水可能会没有，我要哭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不是11月啊？可能会没有，因为我10月忘记，应该说我十月的时候不会标注游戏，一定要标注游戏才会算。哦，没标游戏不行哦。对，没有标游戏就不算，然后补标也不会算，然后现在就是有人在帮我申诉说。就是我们的经纪人有帮我们去申诉说，现在到底是怎么样之类的。哇，可能我会拿不到钱啊。哇，那当时合约有讲清楚吗？没有讲到这个。那对啊，那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所以就是在申诉啊。加油，告他。我是离职员工，我是前被解雇的员工。希望有薪水。一定要啊，不然你努力一个月，那前一个月很辛苦哎、欸。
我前一个月薪水只有你要讲吗？块而已。我靠！就是 F 哎、欸，不是 YT 只有一万多块而已，我差点哭出来。你前一个月还有一万多块啊？对啊，就是还那么多、哦。什么多？这哪有多、啊？不是哎、欸，你想一下，你两边经营哎、欸。对啊。对啊。说的是 YT 啊。对啊 ，YT 啊，我是说 YT 啊。YT 才一万多块、欸。干嘛？我觉得很多哎、欸。我觉得超少的，我少到差点哭出来了，然后看着那个收益的那个，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就。我当时在 FB， 我 YT 收益几乎是没有、欸，没有啊，是还有啦，还有啦，还有啦，还有啦。可是我是有，我有播 Y， 我有播 YT 啊。你不是那时候聊天台才在那边吗？对啊，我有还是有播 YT 啊。嗯。对啊。对啊。我干，臭老鼠。因为我不在家的时候，听说老鼠有在我的工作范围里面乱窜乱动，然后看到我的卡带被咬，是卡带啊！我等一下拍给你。啊、哦，拿来珍藏的东西被咬了啦！等我一下，拍给你。欸，我很不爽哎、欸。你要买来珍藏的东西被老鼠咬，会怎么样？给你看，不是啊，就卡带啊。啊，什么不咬，好死不死咬这个。什么爬带？你爬带？你卡带？爬带？拍给你看的啦。来聊天室的各位看一下。你拍在哪？你的 LINE 啊，我 LINE， 你的 LINE 啊，我的 LINE， 爬袋，哎、欸，真的被咬了，好可怜哦，干，我好不爽哦，那个真的被咬哎、欸，我刚想说，嗯，低个头看一下，哎、欸，不对，怎么会黑黑的东西灰尘吗？哇，你要哭出来了。烦哦，咬动身就算了，咬这个，啊。然后而且他，因为我那时候最近在狂喝，然后把我保特瓶咬破了，都还好没有伤到电线。啊！我抓起来掐。你那时候，你有听到那个你在他们那一组在那边大叫吗？我有听到尖叫声，我觉得因为我们是中间嘛，对啊，然后我们两边都听得到，然后那时候他们在大叫的时候，我直接吓到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你有听到我们在讲什么罗赖吧之类的吗？没有，那个倒是没有。哦，那就好，因为他很大声的吼，我想干不会吼一吼就剧透了隔壁队的吧？干，我跟你讲哦。我跟你讲，我是那种一进去，然后就坐在锁面前开始转，暴力破解、哦。我就开始转，然后我就，然后呢，有一个锁头是他们最后一个还没有破完，我就已经解开了。我说你们不要再解了，就解开了。那你跟我之前很像耶。啊哈。然后没有，我前期是动脑，我前期是在那边动脑动体力的那种，然后到后面呢、啊，到后面就是有点觉得，哎，给他回去，然后我开始在那边转，就好像自己一个人坐在那边，然后开始转，然后转到那个从零零零开始在那边转。哎、欸，很好笑！我的钻石卡带，我应该也是破1000次了啦。那天，
前两天你不是看我在狂刷，又在刷。我说我就只能赶快这两天刷，不然要花一颗东西耶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们不是我们不是两天一夜嘛，然后那一天的半夜吧，好像十一二点的时候，繁星一个人坐在那边还在刷。我真的很努力，坐在那边，然后在那边慢慢的刷，然后默默刷，我觉得。出去玩还不必那么可怜，还在刷，他就一个人坐在那边，然后在那边刷他的那个。我真的快哭出来了，赶快出来，赶快出来，然后还用到没电。然后看他可怜说：“好了，不然我帮你刷嘛。”然后他就教我怎么刷。我不再警告你，不要按过头哦，我会怕哦。啊，木丸。这位木木是在泰国的台湾学生，还未成年哦、喔。老师喜欢发车，逼得我在台上也不小心发车。嗨，米菲，米菲，早安啊！烤腰，你知道我在刷的时候，就只有你们三个会来关心我，杰克啊。你杰克跟秘密人物，嘿，还有个秘密人物不能说。哦哦哦。然后他这个刷的很可怜，他就一个人坐在那边刷，很好笑哎。不会啦，还好有杰克让我知道说怎么刷更轻松。米菲真的是叫超大声，哎、欸，对，米菲在密室逃脱，超大声，你隔了两间，我们都听得见，你知道吗？超大声，他开始大叫，我就想说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很严重哎。真的啊。所以那时候不是你们说东西压下来的时候吗？看到哈基在前面滚了半圈，后面是你。我想说，干，叫太大声了吧？你被什么吓到啊？天花板呢？还是哈基的屁股？哎、欸，我其实以为你会想要选活动、欸，我想说你会运动啊，不是哈基要慢慢爬，还是他是故意中途给人停下来，所以才用力拍他屁股？我觉得那这样是很像哈基啦，啊。嗯，有人敲我。所以很多时候你们不让哈基走第一个啊，下次就知道了。你下次就不要让哈基走第一个。我们很多时候也是玩游戏不让哈基走第一个、啊。那对。啊？啊？只有一个一次，就是我们那时候我在走鬼屋，就是那个还愿的那个场景啊，不返校的场景。那时候哈基走第一个，然后走第一个就气一直喷都喷到他的头，快笑死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们那时候先讲刚刚那个，就是哈基如果走在那个密室逃脱前面，一定会故意闹。那如果玩鬼屋的话，走第一个一定比较惨，对不对？对，那哈基那时候是刚好那个场景里面刚好都有喷气或是敲门，都刚好在哈基的耳朵旁边那边敲，会笑死。烦。超用力打他，后来。我好像有听哈基在说米菲打的用力，有啊。我想说发生什么事？哈基那时候是很笑的滚出来，他是前滚翻的滚出来哦，然后躺在地上。说什么？为什么有一边在笑一边在叫？我想发生什么事情？然后就听哈基在躺在地上说米菲打人呐、啊，还是什么之类的。
因为我们玩的密室逃脱是分三组，然后三组就是同时进行，啊，要就是我们要各拿各的道具，这样才能过关。然后米菲他们那一组是比较简单一点的，简单一点的解谜。然后我跟乔乔他们一组是比较深度解谜，然后繁星他们是活动解谜，就是要肢体语言的那种活动解谜。不是肢体语言，我这样讲一下啊。他那时候介绍是说中偏难，欸，然后但是还是会动到比较多的东西，就是说动到那应该就只是爬上去拿东西爬下来什么之类的，结果没有。我以为什么东西在比较高就要爬上去，然后想哦，应该爬来爬去应该比较好玩，就去那边，结果没有，完全不一样。然后他们出来，每一个人都满身大汗。然后是我们第一个还是你们？你们第一个啊，我跟你们差一分钟。我们第一个嘛，反正就是深度解谜的是第一个。对啊。然后再来是动的，就是活动组的，就繁星他们那一组。然后最后一个解完的是米菲他们那一组。可能那一组是简易解谜，你们有解你们有求救吗？你说我们吗？对啊，有，我们后来有求救，因为有一个不太会。我们那时候有求救，求救原因是就是感觉就卡关了，然后工作人员才说那个你们要差用力一点，我说啊干就这样子哦，卡在那边卡了一分多钟。他说我们的道具没有卡好，我笑死了。好，木木晚安。你们也有游戏 bug 哦？其实我们也有，我们那边 bug 也很多。我们那边有弓跟箭，我还把人家箭矢射到天花板去，卡住下不来。有啊，你们那时候不是说好像什么东西已经开了，可是工作人员跟你们说，你们那个回去那个什么程序不对什么之类的吗？谁？靠腰哎！你干嘛？没有，我在打 iPad。我要讲啊！不是。一个大我看不到准啊，我今天的准度是他妈的有够准啊，天啊，我是念勺对不对，锦勺的超级留言。你们被说跳关，对啊，就是那个啊，我那时候听阿基说你们说什么你们跳关的，那我们也有啊，我们那时候是连密语都没讲出去门就突然打开了。月哦，明月，好，对不起，你太久没出现了啦，感谢超级留言。哎呀，他妈的，拍谁哈？被吓到的，拍谁哈？先单排哦。他是来等人。他是你老妈，我知道他有在你的台上出现过啊。啊，他有在我的台出现啊，你怎么了？奇怪，他是你妈也不能是我妈，搞不好你是捡来的啊，对不起。好，然后奉劝全天下的双子座、水瓶座、处女座还有射手座啊，你们不要得罪米菲啊，他刚刚没有提到的星座更不要得罪啊，不然你会列入啊。没有啦，就是刚刚提到的星座都是米菲的黑名单，那还没得罪他的千万不要得罪到他，干不要再来这个了。哎，白痴哦，米菲嘛，米菲有一个很好笑的，到现在还是觉得很荒谬。大家知道生菜沙拉吗？哦，大家知道生菜沙拉吗？一般来说生菜沙拉不就是生菜吗？然后米菲说，比如说
我以为生菜沙拉是煮过的耶、欸、我就说哈，生菜沙拉就是生菜啊。我说真的哦，我说、就是这是生菜啊，超可爱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刚刚提到的都仅限男生啊，女生没事，女生不用怕，就男生而已，女生不用怕好吗？你没听到重要部位？哪一个重要部位？你说生菜沙拉还是提刚刚新做的？我是说遇到怪男加渣男，对啊，我就说男生嘛，对不对？没事啦，女生都没事，男生都会出事。你们不要在那边乱传，我们讲实话啊，不要传了，不要传了，会破坏他的形象。就是刚刚提到的男生啊，就是处女、水瓶、双子跟射手啊，就是，哎，小心一点啊。然后我也问，刚刚有问过那个什么，哎，王力宏什么星座的？我不是处女吗？对啊，我是啊。所以我也在黑名单里面啊，然后巧克力团团音乐也在黑名单里面啊。生菜沙拉有些会放鸡肉吧？没有，我是说生菜沙拉的那个生菜，就是菜的部分，基本上都是用，就是都是用没有煮过的菜，就是可能只是生的，然后洗一洗这样吃。欸，那米菲，你那个学弟的事情可以讲吗？我觉得很荒谬哎，可以吗？对啊，所以我说啊，没有在名单内的啊，要小心不要得罪米菲，不然会多加名单。不行，哎，我觉得你那个真的很好笑哎。你看那时候我跟小雨从同时听到的时候，我们是一直在皱眉头，想要反驳。不是，重点就是他有找小正太，所以这是我刚刚想讲的那件事，就是学弟的事情啊。那既然米菲他说不要讲，我们就不要讲了啊。他自己有开台，再去他的台问，好不好？他有开台的话，你们再去他的台问，打八七点流量。不是，我跟你讲。就算十二个星座好不好？它有什么渣男的比例是多少？那总会有那些害群之马在，不是吗？那每个十二个星座如果刚好被小心，刚好你手抽有没有？每次都抽到刚好不好的，你就开始说十二星座从头讲到尾都是渣男呢。那你还是喜欢女生好了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对耶，米菲，你去跟小雨在一起好了，把他从轩身边抢过来，你就遇不到渣男了。你的按键感觉要按坏了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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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用连发，我按着而已。我现在是按着，我现在用杰克教我的方法在按，所以我只有压着而已。哎，泡芙。对，因为那时候在玩的时候，我要玩什么啊？早，礼拜三要抽吗？我很怕哎、欸，我觉得我运气都没了，还敢抽啊？我晚点要拿锁啊？我晚点拿锁匙吧？哦，对对对对，在抽礼物的时候，还不是你那边乱喊。抽了啦，钱给我啊！Nice。你知道刚刚杰克在我们高校的时候在打要打 Nice 的时候打成什么吗 ？Nick。
Nice。喊了玉玉比较好吗？比较惨。详细的话，等团团的影片出了。嗨，惨惨。你知道那天你不是鹅鸭杀不在的时候，上上礼拜三鹅鸭杀没参加。你说谁？你啊。哦，对，好。对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完了，没有诺音刀了。这就有印象吗？诺音刀，诺音刀。靠北 ，fuck。你说诺音不，小雨希望你拿到。我觉得很适合你啊，小雨的礼物啊。好。对啊，还不能说。啊，希望米菲拿到啊。那时候米菲在抽的时候啊，因为米菲抽到我的，那时候在开的时候，他以为他拿到的是小雨。嗯。是谁？是麻衣还是米菲啊？麻衣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忘记了。我那时候吓爆了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很紧张，大家都很紧张，大家都很紧张，谁会拿到小雨啊？然后之后问发爬的他的那礼物啊，不到500块，你相信吗？这假的那么好？对，只是图片自己画的啊，然后只是做啊，反正图片提供这还好嘛。那可是那个东西真的画不到100块，500块啊！哇，是哦，那晚点跟你要来做商品。我也想要一个。你的东西超过500，我想一下你送什么？米菲啊，米菲说他超过500。米菲送什么？你送什么？米菲忘记了。米菲不是送那个吗？耿鬼，耿鬼跟叶黄素。哦哦哦哦哦！哇，你还记得？你那个我那时候其实想讲。你确定你是想夹耿鬼，而不是夹什么隔壁的皮皮呀、啊？什么仙子系的什么勾、啊，妖精系的宝可梦，刚好夹到耿鬼，那就是气到拿来当礼物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总是用夹娃娃机，你看夹娃娃机那时候我就在想说，我那是我的眼睛，我们的眼睛着想，不是？那你这个送就不能只送一个人啊？你要想一下。你应该要把你的叶黄素塞在你的那个小熊软糖隔壁才对啊！可是我的也蛮贵的啊，我原本那个300多，然后因为真的没有包装啊，我还要去旁边，我还要去地下街买了一个袋子，300块，我600块。你那个袋子那么贵？对啊。哇，你买袋子付发票好了，像他们讲的，你买那个袋子，然后里面是发票。那不是好吧？可是那个袋子真的很可爱啊！原本以为那时候你那时候不是我们还没到民宿那个旅馆的时候，你那时候是跟我讲说，凡有你的礼物我说我的礼物，然后给我看，然后竟然回我一句是也要你抽得到，靠腰哦。你这样讲吗？我哪有那么坏？那时候我们是走出那个捷运的时候啊。我没那么坏，好不好？有啦，我那时候不然就我听错了。我觉得是你听错了。我那时候想说什么有我的礼物，然后看了一下，我就回答你谢谢。我说要你抽得到。送礼的心思。我说你看，我应该是说你看是我的礼物啊。是我的礼物还没刷到，就还没刷到啊！我不是没有努力在刷啊！我真的觉得我送的超可爱，不是我在说，是真的超可爱。米菲对不对？
我还是没被抽到。他真的很可爱，我自己也想要一个，你知道，说实话。那时候本来就是帮别人挑礼物，是其实挑自己想要的啊。然后你自己也买了一个瓜哥。我买了，我总共买了四个，好吗？这样你要吗？我没有东西可以挂。没有东西可以挂。你也挂没有用的东西啊。对吧？太可怜了。提醒自己不要再买这个没有用的东西，合理吧？你会不会按一按，然后就这样错过它了？不会啊，目前还好。前几天会，前几天会回去确认一下我到底有没有刷到，就是准备删掉之前，先再点回去看一下它的颜色。因为前几天太累了，但今天也有一点累。没有交换礼物过，看到。欸，不是，你懂不懂交换礼物的意义啊？没有，我觉得他的言论有点恐怖了，欸，不是有点恐怖，有点在不尊重人了，欸。也难怪你没交换礼物。怎么说？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换到好东西的话，欸，那你还是不要强迫别人好了，你不要去参加什么交换礼物之类的，懂吗？那你收到小雨的东西，你会气死，你就不能这样子。其实这种方面确实蛮可爱的啊，我是觉得我的话会蛮喜欢的啊。你要带吗？嗯，带什么？很可爱啊，我可以拿来抱啊。如果你真的要换到人家用得到的东西，你还是送日常用品就好啦，什么袜子啊、口罩啊那些东西。用得到，但是你觉得是好东西还是垃圾还是废物？看每个人啊，我觉得每个人想要的东西都不一样。有可能你觉得哦，我觉得我买这个大家会喜欢，但其实有些人不喜欢。那你知道世上有东西叫交换废物的吗？就是换你身边不需要的东西，欸，然后那时候鱼干就讲了什么？那我送用过的猫砂好了啊，这样就好了啊。靠一下。然后说吃剩的便当那些都可以换啊，反正是废物啊，你觉得换这个比较好吗？欸，白痴，我根本没进去，我在干嘛？欸，白痴，而且刚刚我错过几个，现在是147了吧？647的啊，你看回答那个柚子的问题，回答到我忘记。搞不好刚刚那只就是黑色裂空座了，我还跳掉。Oh God！这就不得不再提到阿静了。阿静那时候他们规定是送1000块跟100块的东西，就好礼物跟坏礼物。
那阿金送了什么？阿金送了1000块刮刮卡跟100块刮刮卡。哎、欸，好好处想的话，中奖的话钱是他的。那坏处嘞，没中奖的话，那不是1100块都没了。我去打 Apex。拜拜。完蛋，到底几个了？数字都乱了。六。还在刷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嗯，我发现我的 A 键真的比较消下去，完蛋，而且是连发手把的 A 键。好像比皮其他剑还要熬。交换礼物，我想不到要送啥，你知道这就很难过啊，因为毕竟有男有女啊，对不对？有人可能想要送什么内衣之类的，如果男生收到怎么办？现场穿。那如果女生送女生的话，可能也是送内衣，就发现 size 不对。你今天搭客运差点回来不及回家，不是啊？你可以。你不是今天才回家吗？你可以跟我一样昨天就回家。我昨天是真的累到，不然就去团团他们工作室那边玩一下才。就那天昨天的密室逃脱就太累了，然后干不行，再晚一点回家我会死在捷运上面，就先回家。那送游戏片呢？你要看他有没有 Switch 啊？你是说？游戏片加 Switch 是不是？我们的礼物规定是在500内啊，你要送超过500也可以。我国中社团有一年有玩，我跟我妹同社团，然后我抽到我妹的礼物，哇哦！我有奶奶。有没有总不要回收啊？有人买 R18 的 BL 漫画，然后交换当下是一堆人围着看，哇，一起吃粮咯。不行，我一定要。有没有可以设定不能回收啊？要回收只有版手可以删掉那种。就是台上不能没办法回收留言啊，就是打出来就是要抱着不能打错，然后公开处刑。没办法的吧，一定没办法，不能自己能设定的。
不是先不先进的问题，他们有办法做到右边有三个点让你点掉回收，那一定是有办法的好不好，不是先不先进的问题。他们都有办法做出可以回收的，当然有办法就是把那个回收东西关掉啊。你看哦，可以出现管理员Ben人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回被窝了，快冷死了，拜拜。你也可以回被窝拿手机呀、啊，在讲啥嘞？好啦，拜拜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、欸、就是突然觉得十二月过得好慢，十二月中之后过得好慢，虽然玩宝可梦时间过很快了，可是就十二月中开始啊，刚玩宝可梦那时候还蛮快的，可是就是过了十二月中之后就时间过好慢。偷偷说，有一年跟姐妹交换礼物，我送我穿不下的内衣。哇，你好意思说？那我这样是不是要送我戴过的眼镜，我度数不够的眼镜？大概刷不到裂空座，不是啊，我刷裂空座也是17号开始死啊，我是15号就感觉到时间过很慢，因为都在敷色为蛋吧，我色为蛋更早前就开始在敷啦、啊、跟游戏无关哦。而且尤其是这四天，就是我们聚餐的前一天开始，我觉得时间过很慢。然后那时候是觉得有睡觉，但是躺在床上啊，我原本聚餐那天差点没办法聚餐，原因是因为我到了快中那天投票，我到了快中午还没睡。啊！我爸也叫我说晚点再出门，因为现在排队人有点多，然后就觉得很累，然后想说好了，稍微躺一下，就十二点躺到两点半。那那时候投票已经结束了，我来不及出门。然后我想说，哇，十二点半了。然后跟诺英那时候是约一点多，他一点多出门，然后看着时间啊，干来不及的，对。那时候诺英是在北车多等我了一阵子，一下时间，因为我跟他讲说，你千万不要搭到什么下一站什么之类的，你走过去要花快20分钟，从北车走的话大概10分钟就到了，然后他就让我带路，因为那时候我看地图，明明北车跟另外一站的中间。就是刚好在中间的位置，我想说，好吧，前一站而已，反正我还要再搭过去北车一点半。结果就这个想法让我自己多走20分钟。然后哦，那天是因为没有睡饱，然后很累，想要躺在床上。刚想说今天要么晚点到，要么就是不到。我想想啊，不要好了，都已经。从上个月就约好了，然后就出门了这样子。哎，我多少啦？我没有改。算了，随便啦，我想把数字删掉了。然后我们
当晚吧，那时候玩桌游，然后聊东西，聊一聊，聊到五点半快六点，然后是早上十点要起床，所以我又只睡四小时，而且那天起来是被隔壁的那种庙里面拜拜的那种鼓声跟鞭炮声吵醒，然后我就起来之后，好想再赖床。有大家有些人开始收拾准备，我就先去刷牙什么之类的，弄东西弄一弄，在楼下等他们，大厅等他们，就这样。所以其实我这三天，哦，我有两天只加起来只睡多久？六小时。然后是昨天就是到家之后，本来想说要不要开台啊，七点半。然后不行，就我大爆睡，睡到七点半开始睡，睡到隔天，就今天早上的十一点。故事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最近可能也不会玩宝可梦了。最近 Amigo 那边因为都在找那种类似也是合作生存的游戏，还有找了一款，想说他们是说限时时间的为计算这样子，想说就来玩那一款啊。所以宝可梦的话这几天可能会开始没有玩啊。所以你到底要不要出来，那就困在这边了，没事。打哈欠。先挂他一下，好。阿伯，敢不敢打赌？你赌，等一下会设围，我赌没有设围，输的人请赢的人一抽。拍一拍空岛生存怎样？拍一拍空岛生存怎样？我空岛生存，你空岛生存其实很腻耶。啊，阿贝你输了，我们一抽哦，要不要续？嗯，哎，秀秀，你矮了什么？唱三小啊，秀秀唱三小。一格一拍什么东西？哦，拍一格生存哦，白痴！我可以用创造模式，就照着那一格，然后十五分钟的音乐。我知道是臭舌头啊。好啊，现在唱歌也不揪我了。好哇、啊，有啦。你们如果真的揪我的话，我那天是真的连续四天都要在台北了，就不会回淡水。六啊，我以为你们会比较想约跨年的时候哎、欸。啊你有在那边唱歌吗？还是又只是拿麦克风小小唱，然后光放下麦克风唱很大声？哎、欸，秀秀，你现在到哪里了、啊？你看进度，开始玩连锁了没？跨年要上班啊？什么公司啊？跨年要上班？我觉得你讲你有唱没有用，我要去找舌头对子。
那来秀秀我们打赌，如果等一下没有黑色裂空座的话，你要给我什么？服务业有啊，有的有些服务业六日那个啊，跨年有休啊。我当然做过服务业啊，拜托。干你，我不要，你有没有尊重过我？你有问过我的意见，为什么要干你？我不行，好吗？你不可以这么直接。我们要从一开始啊，两边很陌生的，还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谁谁谁，兴趣是什么开始？你不可以随手空随随便便就说干我什么之类的，好吗？虽然你都会给我钱。你负债了，你不是一开始就负债吗？所以跟你讲说，你钱省一点哈，叫你省钱，你不要被那些有钱的人好吗？我随随便便说个几千块很便宜，给洗脑了。我说干我屁事，哎、啊，你就是在那边打干我。教主跟你，那教主我跟你打个赌，如果等等没出裂空座的话，我就按一下你有些情况要做的话不按。那如果再没有的话，你要按一次那个订阅键哦，好不好？啊，你先点掉订阅键吧，我相信这个是没有的。那我觉得你可以点回来了。好好好，你先点哦，来记得点一下订阅键。好，等一下再点回来哦。嗯，八八八九。哇，这就是他爱我他不爱我的游戏耶！那你给我从头看到最后哦。你要看到我关台为止哦，那就发现我怎么刷不到，突然掉了二十几个订阅。哎，秀秀，那你那个会抽吗？雀魂有新的角色，你要抽吗？你好像在起屏哦，我觉得你也在起屏，那么打一点点字，打一点点字，你就是那种赖，不是有两几种人吗？对不对？一种人就是会把话全部打完，第二个话就是都打一句话打一段，一句话打一段的人啊，你是哪一种人？那另外一个人就是人家打一打一长串打个笑死，我在回你话欸，我知道啊，你要不要聊天？难得你不是说哈繁星在开台哦。要不要跟我聊天休息哦？还是我们改打日嘛？好，我们刷到700打一场日嘛？来，我会努力刷。一整段很有压力。啊，可是人家还没回你，就一句一句慢慢回，是要怎么回？按回复，然后一个一个回你嘛。然后回你说啊，所以现在是怎样？阿贝来国士无双，是吗？对啊，阿贝你要抢到哦，我希望你可以抢到，然后玩国士无双哈。对，我刷快一点，我很努力在按了。有出新背景，也大多想到没有？不要再讲了，我知道有新的背景哦，我都知道，我只是不知道我有没有钱。今天光遇我就已经氪了一千，就全买是多少啊？1600吗？不是有40几块的卖啊，400多块的有两件，然后300多块的两件。然后还有个70多块的哦，我休息，我们看到我四暗客啊，那天我抛弃了有人放枪给我的三暗客，我相信我的梦想，打了四暗客出来。
三。我通常都是一段一段的，只要稍微慢回，对方就会不见。哎、欸，我常常秒回，然后对方就不见哎、欸。我真的不懂，是因为瞬间已读，还是瞬间就是讯息跳掉，然后故意不回我？把钱钱变成自己喜欢的东西，可是光遇这个东西就是，对，来来来讲一下哦、喔，那个钱钱变成喜欢的东西是买得到的好吗？你用抽的话，很多时候钱钱是丢进水沟哎、欸。我想要直接买啊，你们说可以啊，日麻可以啊，你就抽保底啊。你要不要买雪球？哎、欸，我主要是看中它是红色背带、欸。我看中的是他的红色袋子，因为难得不是蓝色袋子的。你好像真的太诚实了，我知道啊。上次聊天我就已经对你碎心了，你知道吗？有了新欢，哎，就不要了。当时怎么认识新欢的人？你看，你没有我，你要怎么认识你现在的新欢？我都不太爱回讯息啊，你的讯息我都爱回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除了有时候你可能会给我照片，我回你讯息，你只会给我表情符号而已。不过我知道你也不知道怎么回我啦，因为你只要给我东西，我都很开心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真的不太会用言语表达那个情绪。你也不太爱回讯息哇，不说了，我当时忙到没有回讯息，你通通回收都不知道，就换我回你讯息，你通通没有看到，你也不知道。靠腰，对呀、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回讯息，就怕出尴尬，然后送给爱心，是不是？我会给你爱心啊。所以我都在找那种兔子，然后 回应爱心的那种贴图啊，可爱又有爱心，应该够代表说我内心的澎湃了吧？我都加叉 D 或是哈哈哈，不是，那如果今天有人回你说好啦，欠你的钱还你了啦，你要打什么？我收到了哈哈哈，还是收到了叉 D 这样子吗？就是很严肃的那种东西，那、啊、你要怎么打？有哦，好哦，笑死！我也都喜欢打，我打自己都喜欢加表情符号啊，所以只要我看到我那些打字，如果超过3-4句没有加表情符号，就代表我可能心情不好，哎、欸，或是我姨妈来了，你就打好哎、欸，来来来来来。我等一下叫男主角出现哦、喔，好不好？我等一下叫男主角出现对质。收到了感恩还是这样？你妈来了，姨妈啦，你妈！你现在是不是只有键盘的时候你会嘴啊？哎呀，开口讲话的时候不敢嘴。来来来来来，秀秀通话，秀秀来通话。秀秀来，我们通话。我们去兔窝 DC， Life 区。给我进来。你搞啊，你来。哎、欸，小鱼想跟我通话都没得通话，哎、欸，你最特别，小鱼都要吃醋了、欸，哎，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要看到写的什么，秀秀进来，你这样子会让大家真的觉得说你只会出一张嘴了，怎么办？啊，你连嘴都不出，你只会出一张手。快哦！我要把那个繁星情趣用品的事情讲出来了哦。你还有两个裂空座的机会哦。啊，如果下一个刷到裂空座的话，饶了你好不好？我就饶你一马。
你就保佑吧。你他妈的已经在揍我说，你就不要刷到啊！你有本事就不要刷到啊！哎、欸，不过讲真的，你现在真的变好皮哦。以前乖巧的你呢？想要开车了吗？没有哎、欸，还好哎、欸。你知道不能当疲劳驾驶，不然我连我开过什么车我都不记得了，那个对我来说太亏了。嗨，哎，干小鱼，没声音，小鱼没声音，小鱼没空。哦，那你怎么把他拉过来？我在跟他聊天。你怎么有本事把他拉过来？我说就请他陪我来。干嘛？怕我骂你哦？对啊。你会骂？你会怕？你会骂？你会怕？哦，对啊。那你刚刚打字就不怕我骂你？那我打字的回你好不好？你讲话，我打字回你。不要白痴、喔！你才白痴哦、喔！哎、欸，不是哦、喔欸。怎样？哎、欸，微微，微微不在这啊。没有，我在跟他讲。所以要干嘛？打日麻啦！打什么日麻？雀魂好吗？雀魂麻将你会不会打？你一定会啊！啊，繁星会打雀麻？雀麻什么？日麻哦！啊，我以为你要按不喜欢呢、欸，微微。不喜欢也可以啊，你只要有按就会有那个啊，又有流量了。哦、真的、哦？那你关台这样？嗯，不是啊，你只要有。通过任何讯息，你今天就算好有一万个观众点我不喜欢，好不好？我也会上手那个啊，推荐啊。因为你有一万个不喜欢，有一万个人看过不喜欢。嗯嗯，对啊。哦，好烂。赞哎！所以之前有一阵子，有人都说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喜欢；不喜欢也要点下去哦，让我知道你哪里不喜欢。啊，是这样啊。对啊。啊，我其实也不能过来这边太久。为什么隔壁人会生气？靠，讲你了，谁啦？白痴哦！啊，没有人，我明天要上班。看一下，屁！你会现在睡觉？明天有事，明天要上班，明天只有我一个人开店，怎么样？你当老板娘了、哦？我不是哦。老板娘不是我、哦、快了快了快了啊，七点半到十五点哦，三点哦、欸、小玉要不要打？要不再开电脑啊？他开电脑我不知道啊，他不是刚讲了？哦，没看聊天室，对不起，我刚刚在切实定，没看到聊天室，我以为他用讲的嘛。我打开车不久，别让他用足球部长吗？我想说，我们打个三个人内战的，有没有？有小鱼，有秀秀，有阿威。内战哦。对，内战了，怎样？我打你内战了。可以抢。我想说先让我可爱的啊兔窝元老们。老人家，小鱼，要不要讲话？我们可爱的红色扳手，要不要讲话？为什么是红色？你再不看我的台啊？不是蓝色吗？对啊，你看这个人连红色扳手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所以那是什么？你知道小鱼打字的他扳手是红色的，为什么？我在龟龟台北特别看分，很慢快打路，我在开车。那阿伯来赖福房啊，等下小鱼你开房。对不起。怎样？我忘记你在开台了。怎么了吗？啊，他听不下去跑了。哦，他要换电脑啦。我还以为他被我吓跑了。
他来了，你完蛋了。小鱼，哎，小鱼，哎，小鱼讲话，好小声哦，你不要趴着讲话。我不是鼻塞，不是鼻塞的问题，你讲话真的好小声。你还会调音量吗？我拉到200%咯。来，美丽的Win玉，正在输入，要关麦了，太无情了。叫小朋友打哦，我不管哦，给我打。啊啊！一场，对，一场而已，一场一场。好，那就开跟观众打了。好。哎，小鱼。我怕把你走，因为我先登的话会是。没关系啊，你就登啊，我再登，我再登回去就好了。没有，我登回去就好了。不行啊。为什么啦？我就登回去而已，不会啦。哎呦，用错那个伺服器了啦！自从秀秀介绍给我用那个什么鬼东西之后，我那个打那个都会很卡。不是，你要关回来，你要关回来。不会啊，忘记在哪里按了啦。我教你，我教你。哎、你看我，你看我画面。人家在开台，你还在那边教，傻眼呢、欸。哦。天呢 ？KK 呢？我就用那个啊，什么另外一个是浏览浏，我不说话了。哎、欸，对不起。你在笑啊？你在笑啊？对不起，小雨，我最爱你。哇，有两个人会有三星耶！我怎么用？开房吗？你开啊。修罗吗？对啊。那我要加谁？加谁？你邀我啊？邀阿杯啊？邀秀秀啊？要你邀阿杯，阿杯没上线啊，哭出来，还是我没加他？没加他吧？嗯、你没加我。我能邀吗？你讲啊，37328啦。太无情了吧！你怎么那么坏呀、啊？打那么久了，哎、欸，你们两个应该是打最久的吧？一直没邀到。等一下，我哎呦，我可以检举阿杯耶！耶、yeah. ！等等，我哪里欠检举了？我开始喽。好。对，你叫阿杯。哎、欸，你这声音真的比平常小超多的哎、欸！我从来没有动过你的音量哎、欸。那我调、啊，那我把你拉小，不是，要等到不买就不买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可能是因为我那个用到了，等一下我调还是你调？我调好了、啊，100。你调好，那你调，我不调了。不是啊，我把你调回100%。那我要调吗？你调大啊。帮你问其他两个人嘛，他们听正常。可是我已经很大了耶。啊哈，没看过。我觉得蛮小的了啊，真的，我换过牌了，你很优秀哎、欸，啊，哎、欸，对，这次换牌哦、喔，你很优秀呢，不要学学什么，我们很棒，啊，我们很棒，我是本来就，哈哈哈。我就换错牌，本来我换给你的，你就不会九中九牌了，我要气死 ！Oh my fucking， 没事。哎、欸，我跟彩鸟学的哎、欸。不是，我就换错牌，我本来是可以那个的。哇！哎呀！给好一点的牌啊！
不是啊，人家说过双粒子就要九种下去啊，我终于体验到了，好爽哦、喔！不是啦，就是我，是我的错。你没有错啊，不要这样骂自己。有？没有？不许你这么胡说！哇塞！叼我！我在想，我可不可以看聊天室？你看啊，可怕的东西，什么东西？开车？不是他们，他们把银牌全部打出来，我觉得很尴尬。不会啊，不会。来，把四安科都打出来。怎么啦？哦，要不改呀？该让你们见证什么叫做梦想了。睡吧。疯了是不是？睡吧，喂喂。不要叫醒我！那等一下杠下去怎么办？他杠了我们要的牌怎么办？喂喂，我很想。教主，你的牌面好亮哦！九宫九牌不算是一场哎、欸。对啊。我现在才知道哎、欸。好。面。你在跟人家讲话，我以为你在敷衍我。没有啦，没有啦。你在敷衍小鱼。好，超好，好，到底哪一个句话会搭到啊？我不知道。你跟他讲，他刚才说九中九局，他不知道是不算一局啊。那阿贝，你梦醒了没？还没醒。不要叫醒我。起床了啦。我还想睡，今天是假日。起来了。不要闹了啦，你们。起来了啦。他那次结婚要等我，他应该可以结了吧？啊，不是，那个亲密度还没够。你是说，你说我这只哦、喔？吗？还没啊。啊？亲密一半而已、欸。叫你起床了齁，对啊，再睡啊。欸，还有26张阿贝，我们可以的，加油。杠他小哦，你不是那一张哦。他倒了。你这熟啦。不看到能杠我就想杠啊。小贝贝。小贝贝，抓到老君没看你台，因为他问我在干嘛呀。没事啊，人家搞不好刚下班，你怎么可以误会老君？他人那么好，11点多刚下班，他是想把世界的钱给赚光，是不是？他搞不好是啊，刚下班呢、欸。怎么可能刚下班？我不可能。做运动哎、欸。谢谢。哇靠，零哎、欸！哦，零哎、欸！零哎、欸！我靠，零秀。你怎么没飞？灵秀开花，哎，灵，你知道这个？快点，我救你！哎，你好小哦！哇，灵哎，喂，12000哎！哇，灵哎，灵哎！喂，你这垃圾！我分一半的钱给你哎！我在做梦哎！灵哎，走，我们去死一死啊！哇塞！哇，中了4个礼宝哦！你怎么没飞？零哎！哇！命大哎！零哎！真可惜。好扯哦！我要跟盘新换。干！哎！哎、欸，你们牌很烂。好爽啊！下去吧。没事，我现在分数最高。啰嗦。哈哈。哇，啰嗦都出来了。这游戏不是比分数高的，是比谁能上精华的。你能吗？不能啊，只有我的 W 力值被刘局满贯，不是。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你提醒我，你提醒我了，你提醒我了。有精华可以捡啊，你看你这废物。
干嘛啦？废物也是有尊严的好吗？你看阿杯，阿杯，阿杯。哎，等等，这话说的好像我是废物什么的。不是啊，你比废物还。那你讲话放尊重点。哎，阿你的国师压压惊去哪里了？不是啊，刚才我想做国师啊。然后嘞？但是牌一直进呢、啊。你不能臣服于那些好吗？刚刚就有人叫我起来了。你刚刚国士无双，他就飞了、欸。肉色，肉色。哎呦，这三个好可怕，不是很可怕吧？他很凶。那个可以让我摸一下牌吗？不要啊，让你摸牌干嘛？越来越远了。你们这样对吗？干，危险危险！不要！拜托，我都这种分数了，怎么可能会危险呢？这种时候就是要大胆立 flag。最好加油啊！好，好的，加油啊！好，一，哎、欸，慢着，酒桶没了，没了、啊，笑死！这是笑话吗？哎、嗯欸欸，他应该没有很认真的在看，他没有很认真的在跟我们玩。没办法，我梦刚醒来。还有点想睡。Oh shit！ 我的梦又睡了。哎、欸，你的梦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走开啦！我靠，好恐怖啊、哦！这样他就不恐怖了。很恐怖呢。不会啊，很好算呢。你看他的牌都。你看，我可能会死欸，不会死啊？真的吗？确定哦。算一算就不会死啦。他只剩一张欸，他只能单骑欸。我死。真的干！你看吧，你看吧，你看吧，是不是死的会是我？可能对不对？跑就跑，我怎么可能会丢那一张？你梦想的，哎、欸欸，怎么梦想分数最高？梦想就是把微微拉下来呀、啊，微微微。我叫他陪你，好不好？我叫他去陪你。好喂、欸，下来吧，微微。我再怎么说也不会摔到那里的。真的真的，这时候就是要自信。有时候就是会被秀秀牌给气死，他分数明明就那么低了，我拼大一点很难翻身。不会算啊？你是不是要做脏啊？给他啦！不要，给他啦！不要啦！在我那边，你说翻？哎、欸，安全牌。我打到一半才发现酒桶没了、啊。你真的好废，你把自己很大的牌弄死。我刚刚要等八条，但是算一算好像不要。你会算哦？啊，牌面上跟我这边的看一看，应该就知道在谁家啦。不是，你会算牌哦？还是会的、啊，还是会。嗨，爬。你确定？滚啦，微微！为什么我都奇怪？为什么觉得我就是被差别待遇了？因为你叫微微啊。嗯？嗯？就是个错误。
家好吵，我家他们在玩 Overcook， 好快乐哦。干嘛？没人找你玩啊？他找他玩的人可多嘞。哦，是啦，一个人就代表全世界了呢。哎呀，我就是要买。看他那个人在他心里的重量嘛，对，再重都要的量。你下次可以跟他说，你喜欢环游世界吗？那你说你可以绕着我，没有是你绕我好吗？你要说我是你的全世界，不是你是我的全世界好吗？你就是我的唯一，说的是你不知道的事。哎、欸、干！我本来喜欢那首歌的哎、欸，我、哦、烦死了。哦，笑。嗯。靠背啊，对不起。我可以唱给小雨听啊。嗯。有什么事我不知道？你是不是在暗示我老君怎么了？嗯。在暗示我。他那天在车上，跟我讲了很多你的事情。讲了很多我的事情。超多。你不知道的事哎、欸，小雨。嗯。应该他是说。他都在忙他的店，都完全没空理我，什么 blah blah 之类的吧。哎、欸，老菊打字了，嗨。哎、欸，突然，你好。哎、欸，老菊，有了很多很多小鱼不知道的事。你敢不敢早点杠啊？不敢。等你猜了再杠你。杠谁？不好说。哎，双等于你也敢立？敢啊！你不讨厌？讨厌、啊！你这小傲娇！哇！哎，白痴，我打错了。总不会放枪吧？这我多怕啦！不是啊，打之前都要说一下啊。你也很想放精华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就是纯粹喜欢 D-Frag。哎，等等，西风是我的包，我是长风包。然后嘞？所以呢？呜呜呜！我猜八成老君不想要出现，是因为他不想要打很多人的名字，他懒。可是你 Q 到他，他就必须得说话。为什么我打的牌都成双成对的吗？哎呀，烦呢！我把阿贝拉下来陪你。拜托，快拉他！住手！哦 ，shit！ 哦 ，shit！ 哇，为什么？拜拜。这没有很大，另外一张会比较大。我知道你是哪一张。我的事，哎，为什么我已经补了牌，我不能看大家的牌？这样看多好玩啊！那就有人会乱爆啊！哦，犯错了。我们现在是自私自利群啊！理由团团，什么团团？小了一点。哇！小鱼是不是杠太慢了？没有啊。我知道，我很怕，我要拆牌了。会输？不会啦。哎呦，我不敢打。我也不敢打、啊。不敢打，你还干什么？这就是把自己搞死。我后悔了，我杠下去才发现。不太对，再杠啊！哎呀，就是你！怎么可能不中啊？怎么可能中啊？哎呀，最后一局。
想跑啊？看来可以安全的逃掉哦。哇啊！哇塞，垃圾！你说我给你的牌是垃圾？不是不是不是，组合出来是垃圾。就是垃圾，每次他也给我垃圾牌啊，打掉。对啊，我把垃圾丢给别人，别人把垃圾丢给我，可以啊。可是你刚才在抱怨呢、欸。对啊。你说小鱼是垃圾？不是，我是说大家都是。我没有说。你好快乐哦。我对啊，我最近比较快乐一点。嗯，最近全世界跟他说话。靠没有。哦，他看见了全世界，是这样子。靠没有。干嘛、啊？讲什么都不对。全世界让你很快乐，干打错了，我不快乐了。你们的全世界，很快乐就是建立在别人的不幸之上吗？爽。他碰了我全世界，真的吗？你看啊，你把你的全世界打出去了，我打掉了，我打掉了。Oh fuck！ 啊，又打错了，是不是？我可以讲话，小心一点。我谁？我？我？他不是我，他干嘛需要小心？太多了。让你快乐快乐，谢谢。你看，小鱼打日麻的话，那、啊、这个75块就是他的了、欸。闭嘴啦！你看，如果你有直播我的日麻的话。啊，这75块就是你的了。到底到底，你就会快乐，我也快乐。为什么？这是快乐的75块。不是啊，我吃广告收益啊，你吃超级留言啊。哇吼吼，原来是这样。哇吼吼，你看双赢哎，好像也不错哎。双赢哎。对耶。真的耶。两边都不亏。对啊。不要闹！哇，你叫声好完美哦！叫声吗？嗯嗯嗯，自己不该杠的，但是杠了啦，杠了啦，杠！哦，这样我才有宝牌可以翻美。杠！反正那些牌跟你毫无关系啊。对啊。你在帮大家做梦想哎、欸！真的，我哦，哎呀，先断个一发再说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的回合我已经够惨了哎、欸！你要断，你要断我一发，我已经够惨了呢、欸。无他啦，不用客气。咦？不是啊，走开啦！能无他我。来客气，哇！你小心，嗯，小心啊，小星星，干嘛、啊，小贝贝？咦？不行了，打这张，哎、欸，拿下去喽！哇，我打完了吗？怎么你打完了吗？我北不打，先打南呐、啊，比较贵啊。成功逃跑、哦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真的怎么可能？怎么那么小？好了好了，就剩我跟你了。啊！啊！好小哎、欸，不能翻盘呢、欸。不能啊！我就说不能啊，我的不行啊。怎么我小鸡鸡？你听错了，你给我留下来哦！我的国术双你还没看到你糊过哎、欸。你今天怎么不国术双？可以在上面。嘿嘿，这样要血池是不是？你要血池是不是？你留下啊！留下来啊！你留下来啊！我看一下。你留下来啊！
不用看了啦，十二点而已。好，最后一场啦，我也不知道可以打那么久，抱歉了各位，抱歉了各位。对对，我开始担心被报复了。哦，所以是可以保就先跑，是不是？原来不是要做梦哦、喔。让我们来。梦当然是要做的啊。没有了，刚刚有人跟我讲说要跑，当然先跑。梦谁啊？87八将，这什么啊？三张牌应该有机会麻将啊！我既然三张有机会的话，那我四张稳了。没事，我也打到一张了。等等，你们要给我做梦的机会啊！不要打这么快。我们早点打完，跟你讲说场上剩多少张啊？好像是个好主意。必要なければドラも切ります。クロさんじゃないので。等等，他应该是想要打刘局满贯吧？没有那么多啦，有那么多我就跟他一起玩了好不好？你就故意气他的、啊，我就是故意的。对，可是我九中九牌，可是我不留局满贯，我也不国四无双。是你听我解释，他一直来呀、啊，哪来的解释？他一直来，你去看我的 VOD。你去看我的 VOD。不不不，你现在是一张了哦、喔。这是第八张哦、喔。你把他碰走，你好强、喔。你会不会？嗯。他抢你了。三，没事，还有一张。哎、欸、喂喂。嗯。哎喂喂！哎喂喂！没了！太无情了！你好坏哦！哎喂喂！哈就把我梦打碎了，还叫哎喂喂！好笑，我快乐。你们怎么会这么狠？哇！我的梦嘞！等一下要去床上继续梦了。你看，我看不到。你刚刚打了什么？六条吗？他打了你的眼泪，都是你的泪水。我都没看到。叫而已，喂，西明哦，哈，啊，我怎么嘴巴那么坏？没有，活该，被惩罚了吧？哇，哇塞，一言不合，反对，反对，反对，喜欢左边的还是右边的呢？这世界对你那么无情，你为什么不下去继续看看？他还能多无情呢？有道理。你也把自己的绿色给打出去啊？不是嘛？我就是想做梦啊。绿色也是梦啊。哇！哎，哇！为什么你不早一点看啊？天哪！我的。宝牌多到炸出来耶！这就是把我们打碎的下场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不是哎、欸，好亮哦！哇，哇塞！哎、欸，他哦，
是啊，你打碎他的梦打我干嘛？你打他，你打我干啥子啊？因为你骂我嘛。我没骂你啊，我形容你。谢喽。你是不是想换给小贝贝？谁、欸？对。我想说，上一场的第二场是顺时钟，应该有机会吧。我感受到我梦要睡了。不会了，没事的，我帮你守着。然后剩一张的时候再打出来吗？我帮你调个闹钟。我设一下。够了。哦，设好了。两分钟后就会叫醒我。嗯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有那个头套头像？我头套。就是。那个猫耳，那你真的是很久没看我打日马了哎、欸，没空啊。他不止没看，不是没空吧？是就是不看呐、啊。因为你不是他世界啊。我知道啊。可以哦。我已经不是他的唯一了。没。你不是我的唯一。哇，好听。完美，对不对？吗？走，大爷。羞羞说他都变心。走。哇塞！回去谈何容易？羞羞。妈啦！羞羞。我又没有干嘛。就是什么都没干，所以才这样吗？可以不要吗？有没有尊重过我？啊，压上来我受不了。干，你这叫做炮，不叫做杠。想骗我？问我说杠？先碰才能杠啊。好像很合理呢，合理给过，哇，很合理呢。各位深夜咯，不住了，我卡住了，我感受到了。我又哇，你狂洗耶，好强哦！又回来了。哇，你不要一直洗贴图，很好笑啊！不是，我跟大家说一个小方法，就是我。就会狂洗贴图，狂洗贴图让他连回来。我想问一下，刚刚小鱼卡住了，怎么我的回合就被跳过了？不是被碰走吗？他说碰了才能杠啊，你还记得吗？好像有点印象，还以为连我的游戏都被卡掉了，我的回合。哎呀，干嘛？怎么了？没事就好，有事要说哈。嗯，先不要哭。其实，小鱼，我想到一件事，他刚刚是不是有叫我？谁？在我离开之前。谁？啊！全世界吗？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我不知道，干你太小了吧！哇，小鸡鸡耶！他只是想要赶快结束回去他的世界啊！你懂吗？我懂。我懂。他就是不想跟你饿。哎呀，你好恶心哦！哎、欸，他说你恶心哎、欸。恶心？不是你吗？不是我啊。他只能看、啊、我是在看你的台啊。你才恶心！
圈。怎么弄到的、啊？好恶哦、喔！因为我不是你的全世界啊。哎、欸，不行了。哦、你们疯了吧？没事，不要搞那么大。好恶心哦、喔！哎、欸，你的。哎、欸，你那个背景会动哎、欸！谢谢小鱼啊，他帮我打的，打得很痛苦哎、欸。哦、oh. ，杠！你为什么要杠？你为什么要杠？杠了就不算那个，哎、欸，不是也算哎、欸，对不起。你在想什么？你这样杠了，就可以多摸一张牌耶、欸。我领上啊，没有领上啊。你单起耶，而且我还把。四条打掉才来的哦！我想看单骑啊，还没看过啊。我刚早就糊了，好不好？还糊你，秀秀飞高高。灾难课我才不要嘞！知道的是好不好？对啊，做梦真难。不会啦，我刚刚很认真的在做。我也很认真在做啊。闹钟可以关掉。阿飞没有说那句咒语，那个啊，所以我才糊不了国师。还想呀，真的。九连宝灯压压惊啊！我想看。九连宝灯太难了。我先查一下那个怎么做。等一下，我的又坏了，哭出来。我帮你洗贴图，我帮你洗贴图。不是，是我的花束。摔太严重了，我在做梦，不要叫醒我。哭出来，等我一下。这电脑不是电脑，我是说。活着，你知道现在兔窝群都叫兔窝梦想家了吗？哪像你什么断幺九什么鬼的，太让人难过了。那请问你现在在干嘛？梦想家。你梦想家？对啊。梦想是粒子一发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我刚刚还不够梦想吗？我单骑拼机会耶。我自己把我自己的机会打掉哎、欸！啊，没得剪精华了，你看看你们，是我们的错吗？不是啊，看看那个绿衣色也没有了啊！对耶，记仇记到胸口，我继续做我的梦，不要叫醒我。好，再见。好一下，干嘛、啊？拉一下垫底了哎、欸。哦，你要做梦哦，好。看来该换个梦做。1、2、3、4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那你回去我帮你解释，我说抱歉啦，把他抓过来这么久，没想到会打两场啦，对不起，他没有很想玩。拜拜。然后什么东西，我说如果他质疑你或问你问题的话，不会好不好，他等下问你说啊是不用上班的，请你来干嘛啊，不说说教主找你一下下啊、嗯、没有，我可没有说谁找我。嗯，刚刚不是说全世界啊。嗯、啊，我只是叫小云陪我去一个地方，那个很神奇的地方。对，一个神奇的地方。我怕是说什么跑来这帮他玩得很开心，被误会。不会，他才不在乎我。可是我们在乎啊，但是你在乎我们吗？没有一样的道理啊，对不对？你不屑看我的直播，不屑看我的精华，不屑看我的台。干嘛讲得太顺是不是？太顺了，
我最近嘴巴练得很毒欸。没关系啊。啊？我觉得还好。还好吗？那我要开始了哦。我要开始了哦。不用。反正12点了嘛。可以人身跟攻击了。人身跟攻击吗？对，怎样？我是白痴。看来他正直。我不想反驳啊，怎么办？所以你就会问我说，刚刚你是怎么办到的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实力的差距。我刚刚一开始根本就没有什么牌成型，是后面才开始摸进来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要打他？打谁？你打孩子？不是，你打孩子？不是，孩子，你是不是正厅？还是场上已经没有了？这个牌早就确定不可能再打出来了。我看看，我看看是什么鬼东西，大家就看得到了。但是为什么？哦，就各一张啊？怎么了？太难了。还好吧？有点难呢。哇，你刚刚听另外一张是听几张？我就只听那一张。啊，对呀、啊，还好啦。有点。哎、欸，我当了，我白痴，对不起，选牌，我想说打不出来。再做你是不是这样了？有一点呢、欸，开太久了。那我们，再打一局，医生。不要，不行啦，要上班啦。不行啦。学屁呀、啊！我要去其他地方。请问他地方好骑吗？好有。其他地方。哦，幽默。去尿尿。九种九牌。没了，我最后一个哎，九他妈。这个啊，看起来安全的牌。不是哦，反正要按右边的号还是左边的号？没有开玩笑的。但他不在，轮到他会怎样？哎。哎、欸，是，他回来了，这么快？他拿手机去厕所。还是说时间到了自己？应该要点赞成啊！不是你啊，就秀明是要死了，快死了。哎、欸，白痴啊、喔！小心脏是不是受不了呀？这也还好了。真的假的？你心胸宽大还是心大还是宽大？选一个。脑子洞大。哦。叫他助手呢。我主要牌怎么看起来有点危险啊？哎、欸，杰超说什么？还没刷到。没有，我想说你们在干嘛？打牌，开台打牌哈、啊。怎样？有兴趣加入吗？没有啊，你们打。我们在打、啊。哦，你们在打、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没有看我台哦、喔。没有，我刚开而已。在开台。在整个房间都在开台。哦，谢谢。我忘记了。啊！为什么是他？哦，还好。我怎么知道为什么？我就大哥例子，我能选吗？没事。你看，你刚刚是不是刚刚按同意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就秀。真的。我叫你按同意了。你刚刚秀秀发起投票嘛？他受不了。你觉得我会信他吗？他一定不会按，因为他根本压根不想打开这个游戏。真的假的？你要讲啊！那好像是我逼迫你一样，好像是我在强暴你耶。他就说，反正我现在也没有在打日麻啦，所以什么，所以他调了什么东西也没差什么之类的。啊，那好像我在强迫你耶。你就在强迫他、啊。我现在强暴你，好恶心哦、喔。好恶心哦、喔。我是要报警。对不对？也报警。我们打完了，对不对？
没有啊，场上还有两个人在打、啊。你可以现在离开啊。然后关掉游戏，出现一个闪电的这样子。闪电，闪电，谁？吉明吧。嗯，又可以杠了。啊，可惜。不会可惜呀、啊？怎么会可惜呢？不是。好累啊！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有点危险。不要这张吧，没事，我不要这张，我也不要这张。看，哎呀，哎呀，哦，哎呀，哦，真会打。哎，杠哥，哇，又可以再玩一局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没了。一二三四，为什么不四杠六局啊？没得杠了啊，我没得杠了啊。哎哎、欸，我没得杠了啊！累积满哎，你我没得杠了啊！你下去了耶！我已经够亮了哎、欸，几宝牌？六宝牌。啊！哎，好扯啊、哦！你下去了耶！我哭哎！啊！看他做的，为什么一直当老二啊？哇！老二。啊！哇！原来是。这么漂亮的收局吗？谢谢阿飞，谢谢，还好打这一局。掉了。啊，你被，没事。掉了。他要走了，他受不了了。我要去忙。好啦，去啦，记得做好安全措施哦、喔。靠哟。那你我怎样？继续吗？你还要玩吗？那我们私下玩。好啊，也可以、啊。好，好，先去观台。观台喽、我先去观台好。好啦，我想说，我不会累积满的，没看到说我最后红中那边有那个有发亮。就这样啦，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啦，大家晚安喽，拜拜。